我叫杨昭旭，我来自陕西搏击王俱乐部。对他有过一点了解，我知道他是摔跤建厂的一个选手。我是狮王田喜，我来自重庆天喜格斗俱乐部。尽管在其他赛事我斩获一些头衔，但是初登战决城，我仍保持一个新人的姿态，向各位选手学习，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。优势是我的战力，还有我的防摔，就是、我的重击，我的重拳重接能力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自信的。但这次他对我造不成任何压力，终结时间取决于我的心情。做好准备，你要是抱不到我，你就会被终结。这次比赛遇到我是你的幸运，让你不受伤的输掉比赛。记住我是狮王田喜。